非常精彩的歌曲。今天参加我们这个青春阳光欢笑啊，嘿，这场晚会是相当有意义的。对，我知道。哎，有很多话题我们前面已经都差不多说过了。那您要跟我们谈的是哪些呢？我要谈的这写在里面。其实啊，我今天就是想说啊，讲讲看，到底现在在我们社会上面，那青少年他们大部分啊有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对，我们大家提出来检讨一下，为什么会有发生这些问题？我就把它列成七点，七项，七项。对，第三就是滥用药物，滥用药物。哎，对，我想基本上很多的年轻朋友他们都知道吸毒对我们身体是有坏的。对，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他们受到一些诱惑，或者是他们可能他们对毒品有一点点的好奇心，好奇心啊，这样子就会令到他们尝试第一口的话，那接下来他们可能就不能戒掉这个，就戒不掉所以那个时候就惨了。告诉所有的年轻朋友，千万不要尝试第一口的毒品，第一口都不要去尝试。第二点就是校园暴力，校园有暴力事件，那这个其实很简单，大家都很明白，就是可能校园里面有一些坏分子，是是是，那千万记得要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哎，要把他们举报，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第三个老师，第三个老师出来了，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涉足不良场所，这个问题现在也是很严重的。所谓不良场所呢，有些地方。是就是打电动玩具啊，但是因为是个青少年朋友们，他们没有自持的能力啊，就进去以后常常一呆一打一个周末下午，礼拜天打一整天，功课也都荒废了，而且可能有一些坏分子在里面呢，也会做一些会说赌博啦，或者是吸毒啦，那这种情况也是蛮严重的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就是要看清楚我们去的地方到底是不是有没有那种坏分子在里面，是是是，如果要的话就尽量少去了，没有坏分子我们就多去，是吧？不良的也是不可以去的，也是不要去。对对对对对对。啊，第四个就是窃盗，他可能要买一些超过他能力所及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他买不到，想要占为己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窃盗的这个行为啊，这个发生了。那么这个也是千万不可以为的，对不对？对对。好，那第五个，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一出去以后呢，第一个荒废了学业。第二个，在外面会有一些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对对对，甚至于这个误入歧途的，这个不可来回头都来不及，对不对？对。哦。然后第六个就是雏妓。也有青少年，对对对，这个变成这个非常悲惨的这种结果。这个我想可能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了。是的。那我希望一些人呢，他们反省一下，千万不要欺骗一些小女生去做雏妓。然后小女生也要反省自己，千万不要给一些坏人他们诱惑到你，要自己立场要坚定，是，因为自己的身体要好好保护，不应该这样子去弄自己的身体。是的，是的，是的。那最后一项呢？最后一项讲完了，打工安全。打工的安全，对对对对，因为现在暑假也到了嘛，那很多的学生可能他们就会暑假趁机会去打工啊。是是是。那打工的时候，其实除了一般我们要注意一些安全之外呢，我们要小心，就是说，因为我们可能跟一些公司里面的职员年龄层呢差蛮大的，要小心。结果里面有一些28、29岁的这些成年人了，他们也在抽烟。那么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也许你想学大人也。就染上一些坏习惯，这样子就打工，而且打工的安全也是很重要。有些一个暑假去打工回来以后受伤了，也有这种现象。所以呢，刚刚我说的这七点，希望各位年轻朋友他们就是能够记在心里面，然后尽量少去接触到这些东西。我想这样子你的生活就会很健康。太好了，我们掌声给孙耀威鼓励一下，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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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下来为您介绍的这位歌手，他的歌曲呢，歌声呢，这个。富含的这个相当的爆炸性以及他的这个温柔性，我们欢迎这位歌手赵传先生。
说明白吧，别隐瞒。你心不在了怎么办？为何不就在这里散？当爱已不再温暖，它只是真的非常的感动啊。周慧明呢，他是这个真正是为了这个晚会从香港坐飞机来的。对，今天一下飞机就立刻来这里了。哎，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平常对龙兄虎弟就非常支持啊。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晚会，我觉得如果可以出一份力，我觉得很光荣。那么刚刚我们一直讲青少年，我们常常都把它认为都是只有男生的，其实青少年也包括女孩子，也有很多女生误入歧途的。那在这一方面的话，那你觉得说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他们说一说呢？比如说我们的要做什么东西都要好好的想想一下，我们做了之后有什么后果，自己要负责，不要伤害爱你的人。交朋友是不是也很重要呢？很重要，但是我的最重要都是你自己怎么样去想，不要受朋友的影响。那这个不要受到朋友的影响，可是又很喜欢这个跟这个朋友在一起，那又怎么办呢？好的朋友就没关系了。对，那万一那朋友有一点问题，像飞哥一样就没关系。哪里，整天跟住你都没问题了。那我看你的愿望快要达到了啊！今天我们除了很多我们本土的艺人啊，周慧敏那个前来共襄盛举，这个热情可感。同时还有一位好朋友也来到我们现场来了，吴奇隆，欢迎他给我们带来的表演。静静站在你身旁。
年轻的是疯狂，我拥抱希望。因为你我不怕受伤，因为爱我无法抵抗。假装像遗忘，心情却已随风飞扬。静静站在你身旁，特别是青少年的年轻朋友，大家好，大家好，长官好。今天来参加这个晚会呢，我想心里面一定有很多感想啊。是是，嗯，听我的歌就不会变坏。哎，对，这也是一种法门呐。还好还好还好。那想请教一下，是是，因为您也有做父亲的经验啊。对，您的孩子其实也在边缘徘徊过，对吧？哦，还小了。对，他是幼稚园边缘徘徊过。我是继承李宗盛的孩子。哎，您的小孩还小，李宗盛也一样啊，也是小孩子。对，你们的结婚年龄差不多，结婚比我晚很多。好动的小孩，我觉得比较容易变坏。是这样吗？啊，哦，这个已经是专家的角度在分析了。文静的，我想真的比较难啊。可是文静的，听说犯罪起来都是智慧型的犯罪，更麻烦。哦，原来我们属于低等的犯罪。如何判断这小孩子开始有问题？他的征兆是什么？第一个应该从外观。外观。对，先观察一下他外表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突然留胡子啊，哎，有问题，可能会变化。哎，可能啊，烫头发。哎。小心坏人就在你身边了。不是，我想外观就清楚了，一下子头发突然有点改变了，而且那个不是说真的很想说开始年龄变大了，开始觉得可以有点庄重一点那种感觉，是一种很明显的看得，就是说行为啊举止上面，哎，突然一下子是从来以前没看过的，以前没看过了。对，我想这个时候可能蛮危险，要稍微注意一下。对，但并不一定他就变坏了。对，也许他这个学习的这个反应，起码他有这个想法。这是一个，这只不过是一个征兆。对，还有其他的呢？比如说就在家里啦，在家里，我猜了哈，上了厕所很久不出来啊。哎呀，
这个就要注意了，有便秘的嫌疑。因为我看过一些宣导片，这样是是是，这个厕所可能有水龙头之类的，很容易在哪一个厕所没有水龙头，所以它比较容易在厕所里面，比如说万一是西安的话，哦，那它可能可以好有很方便清洗一下这个用具啊，这个都可能有机会，不注意还盯不到的。那比如说交朋友打电话来，这朋友的语气电话多了啊，是的。嗯，然后那个精神恍惚啊，对，然后或者说在被窝里面找到很多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不良的刊物啊。哎呦嘞，对，这很明显了、啊。是，今天很难得在能够跟你聊到这么样严肃的话题，是稍微严肃了一点。来，大家都有点不习惯。哎，让我们觉得这个周华健啊，这个不只是只能这个唱歌说笑。讲起话来分析事情还蛮这个，谢，很有见地、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不要变坏气。哎呀，谢，我们给周华健鼓励鼓励。谢谢。